不行。好的，下面我们做一个滚身冲拳的方法组合。好，开步抱拳，双手打开，前手是拳，后手是掌，上步滚身，哎，拳在内，掌在外，然后我们将左手起身冲出，这个右手拉回变拳，然后我们同样上右脚，左手变成掌，右手变成拳，滚身冲拳的同时，左手变成拳，右手拳打出去。好，然后我们右手变成掌，上步滚身起身，拳冲出，右手变成掌，打出左拳。好，左手变掌，滚身出拳，哪个拳先出，哪个拳就在内，在里边，外面就是掌，冲出。然后我们反复可以做10次。好的。